这盘我辅助战胜血水，你们行不行？一上就打，先打伤害，顶不住了，闪现跑 ，AD 单挑，在后面看下情况。卢锡安打不过，那上吧，他还是死了。现在对面猥琐起来了，有点难搞。卢锡安直接E了，先 A 克下他，再 A 上出击飞克，一闪进挑飞机大了就平 A， 继续捅他，一枪捅死。泰坦进塔了。那就没办法了，交给 AD 吧，帮剑圣打下龙，破百王可能要抢的，我们找下他，看到他了，一张就捅他，不能给他抢龙的机会。哦，他们全来了，追破百王，一枪捅死，这怎么办？现在看能不能把赏金杀了。哦，啊，这个 W 被躲了很伤，那没办法了，泰坦说塔下，赏金在后面，直接开大。不是吧，这么有开大打伤害，先杀泰坦，这个赏金没技能只能在外面看着，赏金有治疗，那没办法，虽然是辅助，但有一颗打野的心，过来找下打野，找到了，他没了，八级打九级，吊打，没有还手之力啊，小龙刷了，剑圣在蓝野区，我们去看一下吧，哎，其实一张就跑了，先杀杰西。W 三线跑，完美，他敢追我们，回头打。打野剑圣姗姗来迟，毛都没吃到。这里两个 AD 在单挑，最后肯定拿枪的赢了。卢锡安打不过赏金，有点难啊。上单一杠七，打野二杠五 ，AD 还退游戏了，难道是因为我抢了他的风头？现在是打五，野区看到他们上野了，过去找他们。三个打两个，怎么样都打得过吧？应该在这个草里，插个眼。一张就跑，武器带闪，先拉扯一下，开野了，再回头捅，都想杀我，谁叫我值900块钱呢？对面上野都死了，小龙马上刷新，很明显要打小龙，对吧？你们猜我们打野剑圣在哪里？他在上路带线八域，而且我一直在标记他过来，不理我，一股脑的带线，喊都喊不过来，能怎么办？追我辅助去打了，小龙刷新他跑去带线，想阴我，一张就打。他技能空了很多个，他死定了，再来打小龙，这个时候剑圣还没过来，对面下路过来了，先往后拉一下，追龙的血量，抢龙，再捅反击，这个时候过来，看到人头就来了，我真服了这个老刘，回头打泰坦，这边追不了了，那就算了，这里蛇你被阴了，我们过来支援，泰坦也来了，先打泰坦，这么坚挺啊，一个 R 先杀泰坦，再捅破败王，嗯，继续捅，赏金也来了，那就跑吧。这里对面拿大龙要上高地了，队友全回城来防守，只有剑圣还在野区。蛇你说三打五，剑圣竟然说我起来就好打了，对面都上高地了，你还想发育吗？那管不了了，直接上。哇，这个空，闪现躲个晕，回头一声就打。这泰坦太讨厌了，先杀泰坦，再杀破败王。剑圣这个时候才来，天哪，都打了一圈了都，他能输哥吗？打不过武器，我觉得这个队友就算我中单招醒，打野招醒也赢不了啊。